大家，现在是凌晨1:46，然后我现在要起来，哦，真的很想睡，哦，是因为要挤奶给小小羊喝，所以我每天大概3-4个小时要挤一次奶，然后现在是1:46:47，是一天的第一次要挤奶的。然后你看我后面，晨他在睡觉，然后我半夜每天都要挤奶1-2次，最少2次要挤奶。想睡觉啊。Hello， 现在是早上5:00，然后我要挤第二次奶了。你看看我老公在那边还在睡。没看到。你现在在越多，你整天又可以睡，你不要追剧就好了。你每天你挤半个小时，你可以睡3个小时。睡一整天吗？至少睡到你不会累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半夜起来是另外一种痛苦。现在还不用顾小孩，所以你可以安心的睡。那时候还要再加上再顾阿东。没有，回去的时候我挤奶，你顾他。那不然呢？那我上班呢？我上班就上班啦、啊。我上班的时候，你早上要自己挤，还要顾他，所以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早上你没办法补眠啊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要加油啊！所以现在能睡好，尽量睡。不是，那切花有点怪怪的哦。你说，所以我晚上也可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说白天你就没有办法补眠了。我没有说晚上不帮你顾的意思。所以半夜你要顾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又觉得自己的小孩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等我们离开月中的时候还可爱吗？没有可爱了。离开月中的时候，拜托，谁觉得可爱拿去玩？好了，然后现在我们继续睡觉吧。嗨，早安！现在是早上，快9点了。本来8:30要起床了，但是我太想睡了，然后再一直躺要多半个小时，然后现在是又要挤奶了哦。感觉现在生活就是乳牛的生活，吃了就挤奶，吃了就挤奶。
Hello， 现在是已经是下午了，然后今天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终于感冒好了，然后我今天可以去接小小羊回来房间了。第一天接他回来房间，哇，天哪，包这么顾他呢，然后很期待跟他相处的时间，完全这样子都只能看他而已。今天我终于可以抱他了，那我们现在去接小小羊吧。非常清醒啊、哦！你还醒着呢，哎呦，你要讨抱抱我？对，要妈妈快点抱我。我回来哟，嗨大家，这只小小羊，它现在在车里。哦哦，那个眼睛张得很大，完全感觉不想睡觉。妈妈好想你哦。以前呢，我都觉得说我是一个很不爱小朋友的一个人，但是真的是自己生小孩出来的时候才知道，哦，自己小孩自己爱啊、哦。现在小小羊它大便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帮它换尿布，我应该可以。来，那好，我来。刚刚来好，妈妈帮你换尿布，好，乖乖乖，你等妈妈一下哦。尿布，乖乖，奶奶来，妈妈帮你换尿布哈。刚好来。现在呢，小小羊就要吃奶奶了，然后它给我睡觉了。我刚一直叫它醒来，它不醒来。我等他起来的时候再给他亲喂，我今天试着第一次亲喂哦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咬我，他会不会用咬的啊？因为不知道亲喂的感觉是如何。宝贝呀、啊，我们起床吃奶奶咯。宝贝，起床咯。怎么？走，起床咯。ไหนก่อนเอ้ยจีจังล่ะว้าเสร็จ好久มาฮัลโหลไหน跟大家打招呼哦你说嗨说大家哈喽我饿饿了，我要吃奶奶了。怎么了？找不到、哦？啊！哦，我刚跟他战斗好久，他才可以吸我的奶奶，感觉他找不到了感觉。然后小孩自己。喊自己喊妈妈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好奇怪哦，可是会让我觉得哇，真的是我当妈了，只有妈妈能做的事。小小羊现在吃饱了，然后又睡觉了，然后我现在等他爸爸来的时候再给他爸爸评喂，因为我们没有评喂过，然后就给他爸爸学习。现在是等他爸爸来的吧。爸爸好，然后你不要乱动哦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动，哎，怎么了？我现在急得起来，然后他给成爸爸的爸爸第一次抱小孩，他第一次抱小孩呢，什么感觉？他好小，他很小。我来讲可爱。你手会抖吗？不会，真的很简单吧？嗯，你说简不简单？爸爸有没有把你抱好？应该有吧？你不要哭给大家看哦。嗯
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就是点插进去吧。不是不是，先点一点，点完等它转到它那里再放，再转进去，它就会吸了。没事点。啊，只是说看。有吗？有。有，那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就可以继续。这一次就好吗？因为这一次就可以啊，如果你不放心，可以多拍几次那种东西。嗯。就刚有呜一声。这样就可以了，有感觉到手有一个震动，呜的那个声音有一个震动感。爸爸帮你拍出来了，这是你打嗝的，然后结果你还没有醒。好，然后就可以继续喂，继续喂奶吧。你都呢？现在是晚上10:30，然后趁他在喂小乔的喝奶。陈先生，我们是新手爸妈。啊，爸爸先帮你拍嗝好不好？好，你帮我，哎，可以。这拍一下要40呢。哎呦。先坐着，先给他坐着。我还是有很不习惯帮他拍嗝。哦，喵。先坐着。那个脸好笑哦。我很怕他痛。不会，你看你这脸多舒服，多好睡。他痛他就哭了。真的吗？你看他在跟大家打招呼，他痛他就哭了。刚才还没打嗝呢。可能喝的没有多、啊。今天是第一天，就觉得还好。然后如果每天要这样，定时3小时一次醒来喂他喝奶什么的。一定累死了，对吗？这就是爸爸妈妈。嗯，爸爸妈妈的伟大。嗯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就把他推回婴儿室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半夜十一点半了，然后我们两个要去睡觉了，然后要把小小羊送去婴儿室。我们跟他说拜拜，大家拜拜。